为什么这样自私？你的誓言啊！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到哪儿再去找一个你？你以为我会一个人活下去吗？我不会的，我不会的，你听见没有？雪英，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呀！不要，雪英。雪英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我？我为了你连掌门都放弃了，你却离我而去，你却离我而去。君宝，我不能这样对君宝的，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怎么就回来你一个？我女儿呢？我们小姐呢？你不是要追她回来的吗？你怎么只顾着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呀？哎呀，急什么？让她歇会儿。怎么不急啊？那是我家女儿啊！她不是要追我们家小姐回来的吗？现在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她不肯回来。什么？她不肯回来？一定是你不让他回来，一定是这样。我们家小姐有什么道理，连自己亲生父亲都不见上一面就走了呢？哦，一定是你讲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我们家小姐受不了了，才不回来的。是你逼走了他。好话，元璋啊元璋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这样对待我的女儿，我，哎。你怎么能这样不安好心呢你？你说我客气点啊。你是他母亲，你当然向着他了。可怜我们家小姐，有家也归不得，有自己的爹也见不着，她好可怜呀。你们听我说，我真的求过他，我真的曾经求他回来，我求他回到元璋的身边来，可是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无动于衷。我不相信，我们家小姐那么爱朱大帅，他有什么道理不肯回来呢？一定是你讲了许多难听的话，谁知道你都讲了些什么，所以他才不肯回来的。你已经抢了人家的心上人了，你怎么还能这么恶毒？你，你说话怎么那么没分寸啊？你是什么身份啊？真是小鬼生城隍，没大没小的。我是替我们家小姐打抱不平，我是替我们家老爷打抱不平，怎么着了？那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女儿说话呀，她才是正式的原配夫人。哼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容不得我们家小姐回来。够了！就是这样。你们吵完了没有？元璋，元璋，元璋，你不要走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不会连你都以为我不想把沈荣劝回来吧？原来你真的这么想，原来你真的怪我没有把沈荣劝回来。芷兰，我没有权利怪你，可是我权利，是的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责怪我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。但是不管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
我确实真心诚意地去求过沈荣，我拉下了脸去求他，我是一百个、一千个、一万个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求他。我想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女人会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一切，可是我还是去做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想他而变得终日魂不守舍、无心作战，你明白吗？芷兰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去劝他的时候，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啊，你快告诉我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是的，你快告诉我。他说他恨你，他恨你，恨我。是的，我也恨你。可是我只想把你这一颗心好好的捂热起来。姐姐就快到了，来，小心点儿。嗯。就快到了，你看，就在那儿。来，叮当。娘。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带姐姐去玩了。雪英姑娘，我女儿没烦着你吧？没有，叮当很乖。是，他知道我眼睛看不清楚，还特别照顾我呢。那挺好，你们饿了吧？我给你们做饭去。请等一下，这里是半年的饭钱房钱，请收下。哪用得了这么多呀，快拿回去啊。不多的，我非常感谢你们母女俩对我的照顾，请收下吧。嗯，我先收下吧，以后啊别再给了啊。对了，你这两天觉得眼睛怎么样啊？老样子，白天模糊一团，晚上一团模糊啊。那你要小心点啊，多注意休息总是好的啊。你们俩玩会儿啊。嗯，来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嗯，姐姐来。嗯，坐。君宝，这已经是我写给你的第八封信了。自从我搬进这小房舍来住之后，日子过得很好。乔姐跟叮当都很照顾我，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小叮当今天还带我去摘了野花。小叮当说花是黄色的，我虽然看不清楚，可是我也感觉得到。君宝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今天是十三了，月色应该是很漂亮的吧？哈哈，老兄真是高见呐！哦，啊，值钱的、哎、大师好，两位好、啊，小弟一接通知就马上赶来，不知大师有何急事约见呐？大师啊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陈友谅效劳的，尽管吩咐好了啊！深夜惊动两位，实非得已，只因我少林内叛徒日增，贫僧恐如此下去，终有一日会毁我少林的声誉，特约两位来看有何方法，联手起来，济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亦同时为我少林做一番大事，同时遏制朱元璋日益扩大的势力。哎，说话不要转弯抹角的。其实啊，你是想借我和友谅兄之手，清除你少林内的异党，巩固你在少林的地位，我说的对吗？
彼此互相得意而已。哎，呵呵，大师此番报复深得我心，他日如果陈友谅能得到你们少林相助，肯定能够战胜那个朱元璋。哎，不过我现在必须得先增加兵力，不知道大师对此有什么好的想法。友谅兄，少林在江湖上的声望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你帮我拿下少林，少林寺将听命于你。好，大师啊，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夜猫老兄啊，咱们不如先借这个机会帮助绝仙大师把少林寺的义气先铲除掉，怎么样？好。大人，沈姑娘求见。让他等会儿。嗯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早进来了，你的士兵不是已经通传过了吗？哼，你进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这儿还有这么多规矩，既然不欢迎我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请你放尊重点。哎，好，还跟我讲起规矩来了。陈大帅要讲规矩，我就跟你讲规矩。啊，好，说吧。你为什么而来？我特地来给你一个好建议，保证你会打败朱元璋。你笑什么？啊，我是笑那个朱元璋啊，碰上我真是活该倒霉。我既有少林寺相助，又有你主动献策，他朱元璋不败才怪呢。少林寺答应出兵帮你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哼，这我不能告诉你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这次又会有什么好的计策呀。我决定深入朱元璋的军营。哼，你上次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难道你上次是骗我的？这次不同，我要亲自接近他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你不是跟他闹翻了吗？还怎么能接近他呢？那你未免也太小看我沈荣了，只要我肯接近他，还怕他不肯？你打算怎么样？又想跟他复合？这就不关你的事了。哼，你可要当心呐，我会吃醋的。那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哼，其实啊，我现在也没有必要让你帮我。我已有少林寺这样大的后盾，哼，他一个小小的朱元璋算得了什么？你有了少林寺帮你，就更加需要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所谓两兵相斗，必有损折。如果你得到了我的情报，里应外合，就能保留雄厚兵力，战无不胜。朱元璋想要翻身，难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什么事、啊？你救救他！你救救他！小叮当，你快救救他！一只小兔子流了好多血，他会死的。别怕，别怕，你不要让他死。我用金疮药敷在他伤口上，他就会没事的。你去拿，去把药拿来啊！君宝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因为我替叮当救活了一只小白兔，这使我感到生命的可贵。我很庆幸今天我还活着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啊。君宝，今天该是初四了，月亮该是弯弯的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刘福通前辈。
快！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你伤得怎么样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内脏都已经被震碎了。幸亏你们来得及时，否则我就会死在那个畜生张世强的手中。他们为什么追杀你啊？他们带了大批兵马围攻我，我在我的手下保护下逃了出来。君宝，我知道我完了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你说吧，前辈。我希望我死后你能辅助小冥王，他是个值得你帮助的人。我希望你以你的号召帮助他在武林中统领群雄，号令天下。只有这样才能把陈友谅、张世成、当各路散兵游勇征服啊。只有这样战事才能平息，百姓才能安享太平啊。君宝，这是我临终的哀求啊，难道你不能答应我吗？啊，前辈，不是我不答应你，而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已经不想再涉及江湖中的各种恩怨了，况且我还有急事在身，我要到少林寺去一趟。如此说来，老夫是死不瞑目了。前辈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，此人的确是个人才，而且有带兵能力，他就是朱元璋。如此重任就托付给你了，希望你不会让老夫失望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把小姐害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怪这个死常玉春。想起这个人，我就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啃他的骨头。哎，大哥！大哥，你这些饭菜是送给哪一位长官的？送给常大爷的。啊，这么巧啊！我正好要到他那里去呢，这些饭菜就让我送去好了。这，你不会不相信我吧？哎，你回去干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我替你送过去啊。哦。哟，谢娇啊，我来给你送饭来了。哎，怎么是你给我送饭呢？哎啊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，我正好要到你这儿来，我就顺便给你送过来了。你不是不高兴吧？不会，只是有点不敢当。什么敢当不敢当的，你平常啊打仗那么辛苦，我来伺候你一下也是应该的嘛。你吃过没有啊？我已经吃过了。真吃过了？你快吃吧。好，你可好吃了。好吃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怎么拦你？怎么回事啊？这菜里都是沙子啊！把我牙都磕坏了。这街上还挺热闹的啊。是啊，大哥，东西挺多呀。东西不少啊。还挺不错的啊。到那儿看看。好。其实啊，我们也真该去买两幅画了。来，给人感觉这幅怎么样？我们都像是钉头武夫似的。哎，新鲜的蔬菜啊，来看看吧。来买菜啊。什么？不错啊，这幅。怎么了？
元璋呢？蓉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这些日子来，我翻天覆地的找你，可我知道你在恨我，你不想见我。但是今天我见到了你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，我不会第二次失去你。这样的痛苦我承受不起。蓉儿，朱元璋，你忘记了吗？你的蓉儿已经被你始乱终弃了。你的蓉儿已经为你而死。你的蓉儿已经成了一对枯骨。不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够了，你让我走。蓉儿，无论你怎么想，你总该听我一句解释吧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是，我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我伤害了你，我辜负了你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能再弥补。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再要求你原谅我了。那你还求什么呢？可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是无心的。如果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话，我宁可承受你所承受的所有痛苦。我的痛苦已经换来你想要的一切。现在你有马之兰，有军队，有你的朱元璋大帅，你还缺什么？你缺的只是给我的一个交代，你欠的只是你自己的心。是的，我是欠你一个交代，可是我并不亏欠我的心。我已将我的心交给了天下的百姓，为了他们，我宁可委曲求全。为了他们，我甚至委屈了你，委屈了芝兰。你不要强词夺理了。我不否认我犯下的错，可是蓉儿，我已经为我犯下的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你付出的，今天又让你得回来。不，你错了，我永远得不回你对我的爱。你曾放弃过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感到我好心痛。我心痛你，我心痛我们没有出生的孩子。不要再离开我，我不允许你离开我。你答应我。娘，我们多抱点儿。好，多抱点儿。姐，给你。嗯。娘，你抱了多少了？哟，包了好多了，够我们吃好一阵儿呢。行不行？包得很好啊。哎，姐姐，给你。嗯，你包了多少啦？我也包了很多了。你看，君宝，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三十封信了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学会包饺子了。
太好了，沈老爷，你们都在啊。好，哎，好什么呀？这些日子，我想女儿想得比死还难受。哎，我也是。啊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爹。小姐，女儿回来了。你真的回来了？小姐，真的回来了。小姐，真的回来了。蓉儿，这些日子啊，你都到哪儿去了啊？蓉儿，小姐，你知道老爷想你想的有多苦吗？每次来我们都以为可以见到你，可是我们每次都失望，然后我们就怕了，怕了。爹，女儿三过七门而不入，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。女儿，向您磕头认错。蓉儿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。这下我可放心了，你真是让爹想得好苦啊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是的，日后请多多关照，你可回来就好。你回来了，元璋的一颗心也就踏实了。小张夫人，你可看好，这是我女儿确确实实的回来了。回来就好啊，恭喜你们父女团聚了。蓉儿。失陪。芝兰，芝兰，我去叫下人准备房间。蓉儿，你可想死我了。哎，这房子好怪啊，看样子像是卖药的人家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灵药医治雪鹰的眼睛呢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在下没有侵扰之意，只是来向前辈打听一下有没有解开五毒散的解药。前辈，谁是你前辈？要称呼我药王。我，药王前辈，哎，我叫张君宝。不要前辈前辈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叫谁？叫张什么？张什么？晚辈张君宝。啊，张君宝哪来的？回前辈，武当。武当？啊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啊，邱老头好久没给我下棋了。啊，不过我也是刚回来，他就是来找我也找不到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老不死的最近怎么样啊？师父他已经先逝了。哈哈，他倒好，比我先走了一步啊。对了对了，是他生前叫你来找我的？啊，不是的，其实晚辈是因为……哎，都不必说了，我这药王不是白当的。看你的气色，身体应该没问题嘛。啊，不，不要紧不要紧，你听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？啊，不是的，晚辈并没有，是晚辈的朋友。哦，他因为误服了五毒散，可能有失明的危险，所以才来向前辈求药，希望前辈高抬贵手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有那种解药呢？前辈一生研医，及时救人，我相信在千种解药之中一定有那种药。哦，可是要解药啊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。晚辈不惜任何代价。那你帮我去找一种草药，只要你找回来之后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多谢前辈大恩。对了啊，
这种草药嘛，叫做紫心神龙草，只有在这山上才有啊啊！而且这种草长在又高又险的地方，我是费了吃奶的力气才找到这么一棵。你去帮我再找一棵来。我们这就去。也不用这么急嘛。这种草啊，一定要在月圆之夜才可以采得到。啊，哈哈。雪英，君宝，你好吗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睡了吧？雪英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我正在一个荒山上，寻找一种也许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的草药。今天的月色一定很美。可是在我眼中它是朦胧的，你那边呢？月亮好美啊，真的好美啊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找到解药，让你的眼睛重见光明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看月亮了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念过一首词给我听？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刘先生，你要找元璋吗？我刚从他们房间里出来，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，觉得有点困，我想回房睡觉了。啊，芷兰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精神？什么事啊？我想让你陪我下棋啊。你想清楚了，你真的要走这一步？是的，大敌当前，我只能走这一个棋子啊。那我只有恭喜你了。很多事情都是要看两面的，要是我硬要逞强，那可能会失去很多，但如果退一步的话，那可能会保住全局，到最后胜利的可能是我。哼，你看你的棋都被围住了。是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刘先生，不如我们再下一盘吧。我看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好吧，刘先生。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听你的教导，如果什么时候再有时间，你再教我下棋好不好？啊，没问题。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。随便问。为什么这整整一个晚上你都没有问过我元璋和沈荣之间的事情？难道你漠不关心吗？好，缘分由天，在时机还没有成熟之前，就算有情人站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。既然是这样，又何必庸人自扰呢？晚安，大小姐。Thank you.
要往前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请将采来之药浸泡在瓦翁之酒内。药王，哎，没想到我辛苦一夜采来的药居然是泡酒用的。既然他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帮他泡坛酒也是应该的。解药？难道真是五毒散的解药？道尘禅师，原来药王前辈就是道尘禅师。雪鹰，你有救了。老爷我咦，这不是小张夫人吗？今儿怎么了？平时看到我都爱取笑我，今儿怎么把脸都蹦起来了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是不是我家女儿蓉儿回来了？哎，元璋跟她这么恩恩爱爱，小别胜新婚，这可是缘分呐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哎，你家女儿这是女中豪杰，要是换了别的女子啊，可不会如此大方啊。什么意思？是风凉话吗？你可别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啊。你也是君子？那当然了。我不是在赞美你教女有方吗？哎，同情你家芝兰，我看到芝兰这么受委屈啊，哎，不好意思。石万三，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否则的话我跟你不客气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是在赞美你，同情你女儿。哎，我连这点自由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你管你的女儿就是了，干嘛把我们家芝兰也拖进去？你快闭嘴。那我要是嘴闭不拢怎么办？你要是不闭嘴。来，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蓉儿，哎呀，两位就别吵了，一见面就吵，吵多了说话就难听了。沈姑娘不回来你们吵，现在沈姑娘回来了还吵。这爹，哎呀，爹，你少说几句吗？不要说了。好好好，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去去去。都是我的错。沈姑娘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是我当时不隐瞒你的情况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。是我害了大家，对不起。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你隐不隐瞒也始终会这样的。解铃仍需系铃人。再说这是命运的捉弄，能怪谁呢？沈荣，你来营帐干什么呀？元璋不在。我来送参汤给他。人都不在，参汤冷了怎么喝呀？不跟你聊了。哪有什么神汤？他干什么要骗我？蓉儿啊，这张军事地图可靠吗？你问我这张军事地图可不可靠，就是问我沈荣靠不靠得住。我不受这份羞辱。黄渡，
别误会嘛。报，大帅，战场上士兵回来报告，江西以北地区已经攻陷。啊，好，下去。追。啊，蓉儿，你看你上次的情报就很准嘛，我真的该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啊。你不用奖励我，你不要怀疑我就好了。哎，你别生气嘛，我是真的很相信你的啊。我现在知道你帮助我就是为了真的向那个朱元璋报仇啊。哎呦，我的小美人儿，你就别冷若冰霜了好不好。哎，来，我们好好的庆祝庆祝。陈友谅，你听清楚，你以后再不尊重我，就不会有下一个情报。找个人来爱我，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，纵然是最暗的角落，多少风雨吹过，飘荡到最后，到底谁来探索对与错，究竟是如何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